看到的其实都是什么？都是觉性现在随缘当前，可这缘觉当前，随缘当下，你就随着缘分感受，似乎有缘分中的流转，连那个流转不过都是缘中气氛使然而已。那这么大的缘中的气氛使然，不都还是你觉心的面目吗？就是在这个上面念念去提息，念念去深入啊，这就如同佛经上常常讲的一句话，如消金矿，就是楞严经讲的，金是砸在种种矿中，矿就表示有些杂质，但是这个矿你已经知道它叫金矿了，虽然是矿，但因为名叫金矿，你已经知道它不同于一般其他的杂矿了。但在这个金矿之中，你在这些杂质当前，你要什么？你要提出晶体嘛？你要提出本来的金中的金性，要把它提炼出来。大觉心体现前之时，在随缘的所有的一切刚刚讲的方便一切牵改当前，那就是觉矿。行者要在这个觉矿当下，你念念要提出你的根本的觉明真经啊。如何提出觉明真经？这绝对不是众生语言嘛，这就是学人跟行者念念的担当嘛。你不要离开现在随缘感受上的所有一切呈现，但你直接直取的是根本觉真明性嘛。你明白它就是觉，所以明白它是觉，你要离开感觉吗？不必。不必离开感觉，你还会堕在感觉吗？不会。你不会堕在感觉，那感觉现前如何？就从觉现觉，那一切觉还是觉嘛，就是这一些，就是这心中的直想的担当。虽然都是这一些文字、这些语言的表述，但是这些语言的文跟文字的表述，不是你世间人还用世间的解释在里边穷嚼的。这里面没有解释，你不需要在上面解释，只问行者你了，你悟了没有？实际上就是一觉现觉，觉全部觉都是根本觉体，你悟了没有？所以根本不需要，还有一些声音啊，还在不断在心里面一直在那边架构，一直不断的在那边串结，那都无意义。那你说刚开始是不需要这些架构，不需要这些串结吗？刚开始是就是在这些架构、这些串结之时，你念念不住啊。念念知道是觉，那不同于一般的世间发心的世间人跟外道，都是以为需要且之前最初下手时一定要懂得一些知见，念念在这个知见上面不断的在这边营造或者在这边求觅。所以佛门的下手不同于世间外道跟一般的小法小教众人，他告诉你你的知见是哪里？是什么？是正知正见。什么叫正知正见？你在一切所谓的知见里面，众生所说的知见，就是攀缘现在的所有一切意想情境，那叫知见。佛门中说的正知正见，是你在一切意想情境现前时，你都要知道它止于一，止于一者叫做正，正就是写一个一，写一个止。你从一而止，什么叫从一而止？你所有的一切意想情境会有种种差别，但你不是都堕在差别上面以为有所获得的，你是慢慢都能够体会这些差别的根本的本末因缘。什么因缘故会现如是这样的念头？什么因缘故会有提升的感觉？但是这一切因缘都没有离开过，你一定是大觉必觉的根本因缘吗？所以你将来慢慢熟悉，念念就在这个上面慢慢思维，将来总有一天你会熟悉，就住在这一念大觉必觉的这一念清明上，看眼前所不管随哪一个因缘现前时所起的一切心心术法，所有的一切变化，一切的念头跟意念的不断的升华的牵感，你不过都认为它是什么？它就是随缘，就是如是相故。因为心本来觉体，根本不住，因为不住故，所以就有深入相。本来觉体，
他念念其名，因为念念其名故，所以众生才会有种种妄想执着，以为真有如是境界现前相。所以你都能审度，所以在这个审度上面，你是直取经空经性啊，你直接提出经题啊。所以经旷是要你把旷杂质去掉，取其他的经旨；绝旷是要你在这么大的杂质里面，它当然不同世间的比喻，那种经旷的比喻，但是你如何要消如是绝旷，那是行者跟学人的决定心，那个叫菩提心道人，因为他没有离开过你现在这一念，但你刚才看到时，你已经是把绝旷从绝旷之中提出绝真明性，觉的真经体，大觉的真经体。所以哪个不是垂诸方便呢？直视唯心。所以你真正知道是这样的下手时，你当然知道一切眼前不过都是垂诸方便，直视唯心嘛。但是直视唯心还会是像现在一般人心中暧昧时，自以为在修行，但是有多处暧昧时还在里面说，其实全然就是一心这么样武断，这么样暗障的语言吗？所以那个唯心要长得出来时，已经不是那种武断过去众生之间那种暗障了。所以那个唯心是什么？那个唯心讲现前时，文字啊或声音现出出口，这开口出舌现出如是音声时，行者当前是大担当。他不是只是唯心，他那个唯心之中，他是遍一切万法，那叫觉体圆明啊，因为都是觉嘛，你何必一定要唯，或者你何必一定过去多在遍？你不知道能骗的本来就是为，那说为的就是因为你知道能骗嘛，因为你知道能骗，骗就是骗一切处，就如同普贤菩萨叫骗己，正在骗一切处时，你一定不堕一法，一定超越一切法，你才能骗嘛。那你那个超越不堕的那个心，不永远是为吗？但是你这个唯在哪里看到的呢？不就是在现前遍及之中，所有一切大恨白法，他踏的七世，跟着六根六尘，所以叫七大白象王啊，七支诸地，六牙白象，牙是象的牙是抵触的。他不是来咀嚼的，他是抵触的。那个象牙是抵触用的。抵触不就是现在六根六尘正在彼此根尘相抵相触当下吗？但是你要明白，那其实都是什么？那都是大白象。什么叫大白象？那就是你根本觉明入世的白法，那根本的法相。你念念心中要有如是的担当，你念念要骑在如是坐骑之上，念念与所有一切起心动念现前时，你都是如是行，那叫大行，那绝对不是小行。为什么是大行？因为你不堕差别，所以那叫大恨普贤。所以那个普贤之中，他一定什么？他一定能够随缘成就嘛，遍及贤者吉祥嘛，普者遍相，所以叫遍及。所以这个时候你再看所有一切起心动念，不都是垂诸方便吗？不都是直视唯心吗？对，所以这个唯字啊，要专啊，专也又是一，就专跟一。什么叫专？念念不杂叫专。什么叫一？从来不二才叫一。什么时候讲念念不杂？他处在众缘念念不杂，普也遍也。什么叫法法不二？他能含容万千，所行持当前
他念念都是心中的根本的主导，那根本都是大行当下的本来一体不变的清明。那个才叫做一，所以大行一体不变的清明，那一定是能骗一切入一切差别入一切二的种种的智光照料，这不必怀疑。所以讲到清明，你就会体会到他的智光照料，讲到智光照料，你就会体会他的清明。所以你根本不是在这个上面妄作抉取舍，妄作抉择，这叫做行者下手处，这个叫做学人不断的在心底之中念念在意想之当前破障碍处，出暗障处。理路你能如是体会，将来慢慢慢慢你会发现，从理之中就能导行嘛。为什么它能够导成于种种行为呢？因为理者就是脉络相、文脉相。你连脉络文脉都不懂，你说你如何成事呢？